欢迎大家收看影视简报。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刘宇迈尔百货公司董事会玩长期游戏，我不想要这个；伊朗难民详述被迫入伍的恐怖经历，调查委员会被告知本周要播放什么；杰米·福克斯、Offset、马斯克、Fraser 回归，以及尼古拉斯·凯奇饰演吸血鬼；高盛和共同首席执行官的教训；纳尔逊。 佩尔茨增持迪士尼股份，寻求董事会席位。等等，请大家收看。刘宇迈尔百货公司董事会玩长期游戏。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零售业亿万富翁所罗门·刘易斯正试图通过隐秘手段，而非直接对抗的方式，将百货公司迈尔的现任董事会成员撤职。 刘易斯此前曾反对并罢免了该公司的两位前任主席，现在他已经获得股东的足够支持，可以确保现任董事会成员的撤职。刘易斯已经增加了两位新董事，加里·维斯和奥利维亚·沃斯，作为他施加影响力的努力的一部分。迈尔主席乔·安妮·斯蒂芬森最近宣布辞职，为进一步改变董事会成员铺平了道路。我不想要这个。 伊朗难民详述被迫入伍的恐怖经历，调查委员会被告知。澳洲 ABC，一位非英语背景的妇女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分娩创伤调查中表示，在她第一次分娩时感到遭到种族歧视。这位妇女于二零二零年作为难民来到澳大利亚，她说自己被迫接受催产，但并没有完全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还表示。 在硬膜外麻醉泄露后，助产士对她遭受的剧痛置之不理。这位妇女呼吁在分娩时为非英语母亲提供医疗翻译员，并要求医院员工接受反种族主义培训。本周要播放什么？杰米·福克斯、Offset、马斯克、Fraser 回归，以及尼古拉斯·凯奇饰演吸血鬼。美联社、杰米·福克斯、j a m i e Fox 和汤米。 李·琼斯 （Tommy Lee Jones） 主演的法庭剧《葬礼》将于十月十三日在 Prime Video 上线。该片讲述了两家殡仪馆业主之间的合同纠纷，逐渐演变为对丧葬服务行业中的种族不平等和腐败问题的深入探讨。电影还由比尔·坎普 （Bill Camp）、艾伦·拉克 （Alan Rock） 和朱尔尼·斯莫利特 j o r n e Smollett） 等人主演。另一部即将上线的电影是恐怖片《黑色电话》，由伊桑。 霍克伊森·霍克饰演一名连环杀手，绑架了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并将他锁在一个看似失效的电话室里。男孩发现这部电话让他能够与杀手的前受害者交谈。该片因其超自然、悬疑和恐怖元素而获得了积极的评价。在音乐界，特洛伊·新文 （Troye s l v a n 在五年的休息后发布了他的第三张完整专辑《彼此给予的东西》。 Migos 成员 Offset 也将发布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Set It Off》，其中与 Cardi B 合作，并采样了 t h r e i 6 Mafia 的一首歌曲。高盛和共同首席执行官的教训，《金融时报》：瑞士银行集团 m o n t o b o 任命 Crystal Rondoudelint 和 George Schubiger 为联席首席执行官。这对来自该集团的投资和财富管理部门的人将实施之前达成的长期战略。 过去的联席首席执行官安排效果参差不齐，德意志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都失败了。但哈佛商业评论的一项研究发现，由联席首席执行官管理的平均公司表现优异，年均股东回报率为百分之九点五，而基准为百分之六点九。纳尔逊·佩尔茨增持迪士尼股份，寻求董事会席位。华尔街日报据报道。 激进投资者 Tryn 基金管理公司计划在迪士尼请求多个董事会席位，其中包括其首席执行官纳尔逊·佩尔茨。如果请求被拒绝，Tryn 可能会在明年的公司年度会议上提名董事进行投票。Tryn 目前持有迪士尼价值超过二十五亿美元的股份，对该公司的董事会和公司治理提出了批评。这一消息传出之际。 迪士尼的股价从今年早些时候的一百一十三美元左右，下跌到了大约八十美元左右。首席球星特拉维斯·凯尔斯在短暂缺席后，以关键的触地得分接球，摆脱了脚踝受伤。多伦多星报：特拉维斯·凯尔斯在周日的维京人对阵维京人的比赛中受伤了脚踝，他离开了比赛，但及时回归帮助球队以二十七比二十获胜。 凯尔斯在比赛中接到了十次传球，总共获得了六十七码。五位改变嘻哈音乐的女性 MC 伊芙做出了她的选择。BBC 一部名为《嘻哈第一夫人》的全新 BBC 三部曲纪录片，旨在纠正关于女性对这一音乐流派的贡献的误解。纪录片由尼内切里 n a n n y Cherry 担任旁白，承认了女艺术家们的工作，如皇后拉蒂法 Queen Latifah、MC Light。 Rodica 和 Lil Kim，同时也引起了新一代女说唱歌手的关注，包括 Sp Ice Spice、Little t h i n g s 和 Doja Cat。在接受 BBC 采访时，说唱歌手伊、e、芙 Eve 列出了他认为改变了嘻哈音乐发展方向的五位女性。她的名单包括第一位成为明星的女说唱歌手皇后拉蒂法，唯一一位获得年度专辑格莱美奖的女说唱歌手劳伦希尔 Lauren Hill，以改变嘻哈音乐声音而闻名的米西。 艾略特 （Missy Elliott），业界最激烈的词曲创作者之一；尼基·米娜 （Nikki Minaj） 以及布鲁克林说唱歌手 l a k l i 四七，他将自己的身份隐藏在滑雪面罩下。该纪录片的前两集已在 BBC iPlayer 上播出，最后一集将于十月十四日在 BBC Two 上播出。亚当·凯说：“社交媒体掩盖了月儿的现实。”BBC。 这会伤害一点点。畅销医学日记的作者亚当·凯 （Adam K） 谈到了育儿的现实和医生的挑战。凯是一名前产科医生，目前与丈夫詹姆斯·法雷尔 （James Farrell） 一起照顾两个孩子。他说，育儿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打乱你的生活，但净收益是巨大的。凯还讨论了医生面临的压力，要表现得坚不可摧和没有情感，以及关心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他在工作中经历了一次创伤事件后离开了这个行业。凯最新的舞台剧《未医治》Undoctored 是根据他的同名书籍创作的，分享了他医学生涯中的更多轶事。他还是儿童书籍《凯的解剖学》Case Anatomy、《凯的神奇药物》Case Marvelous Medicine 和《凯的不可思议发明》Case Incredible Inventions 的作者。火锅和杂货，一个年薪七万美元的会计师一周的开销。悉尼先驱晨报。 一位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25岁会计师在 Refinery29 上分享了他的消费习惯。这位会计师每年赚取7万澳元，约合5.0165万美元，与伴侣共享一间卧室的公寓。这对夫妇有一个共同账户，用于支付房租和一般生活费用，两人都有贡献。他们还有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账户。这位会计师的月度开支包括房租、互联网费用、燃气和电费、电话费。 流媒体服务、健康保险和储蓄。他指出，他的储蓄每个月都有所不同，但他们努力每个月至少储蓄两千五百澳元（约合一千七百九十三美元）。艾琳评论：安妮·海瑟薇与危险调情，但性紧张感在哪里？英国每日电讯。奥特莎·莫什费格 （Atessa Mushfeg） 二零一五年悬疑小说《艾琳》的电影改编已经被评论，由威廉。 奥德罗伊德 （William o l d r e d 执导的电影，由托马辛·麦肯齐 （Thomason Mackenzie） 饰演艾琳，安妮·海瑟薇 （Anne Hathaway） 饰演哈佛大学毕业的医生丽贝卡。电影讲述了两个女性之间的同性恋爱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电影被描述为挑逗和误导，具有优雅的假动作，使戏剧动力停滞。然而，他因其唤起情感的最后一镜和托马辛·麦肯齐的表演而受到赞扬。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一如既往的为大家带来新鲜有趣的新闻内容。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要点。首先，亿万富翁所罗门·刘易斯正在试图通过隐秘手段将澳大利亚百货公司迈尔的现任董事会成员撤职。他已经获得股东的支持，将增加两位新董事来施加影响力。 另一则新闻是一位伊朗难民在澳大利亚的分娩创伤调查中表示，他在分娩时遭受了种族歧视，并呼吁为非英语母亲提供医疗翻译员，并进行反种族主义培训。在娱乐界，杰米·福克斯和汤米·李·琼斯主演的法庭剧《葬礼》即将上线，恐怖片《黑色电话》也获得了积极评价。音乐界方面，特洛伊·希文和 Offset 都将发布他们的新专辑。 金融界有消息称，瑞士银行集团 m o n t o b e l 任命了联席首席执行官，而激进投资者 t r i a n 基金管理公司计划在迪士尼寻求董事会席位。体育界方面，特拉维斯·凯尔斯在比赛中受伤，但最终帮助球队获胜。而在嘻哈音乐界，BBC 的纪录片《嘻哈第一夫人》引起了人们对女性在这一音乐流派中的贡献的关注。此外，作家亚当。 凯谈到了月儿的现实和医生的挑战，而一位会计师分享了他的消费习惯，探讨了开销和储蓄的问题。最后，电影《艾琳》改编自悬疑小说，尽管受到一些批评，但也因其唤起情感和演员的表演而受到赞扬。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要点。我个人认为，刘易斯的行动是一个有趣的长期游戏，他似乎一直在努力改变迈尔的董事会成员。对于伊朗难民的遭遇。 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医疗服务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至于娱乐界的新作，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观看了。金融界的人事变动和投资者的要求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而在体育、音乐和文化领域的新闻也展现了各自的魅力。现在，我想听听你们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和问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六度 b r i e 点 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